刚好鱿鱼圈，27包，两位两包，下面两包啊，小鱿鱼圈两包。他说算了，200。你这不认识？没有。再多一包哦，哎呀，再来几包了，鱿鱼圈再来一包，哎，两包。来。七哦，这全部都卡的，200块全部都卡的，别到我了。哦，这样你怎么人家的客人呢？我卡了卡的，那卡你要怎么到？到你上。哦，这货是来的呀？这货是来的呀？谁呀？越来越过包了。啊？又过包了。有啊。哎，我们都过包。200块。一包好了，包起来了。一包啊，来来来，那就太完了。加一包，我这边还有吗？好，一包。没有，两包。一包啊，两包。好，那我们刚刚说的一个朋友在宜兰开一个民宿，花一亿多，花一亿多也要看他的占地多大，一种规划。而且能花能在宜兰花一亿多开民宿的，根本不缺那个钱。爸爸，拜拜。他要赚的应该是未来的增值效益啊。哎，这两只你啊，你叫帅哥我欢喜，这两只。帅哥怎么样？他应该要做增值效益，要不然你收购台中市中小型的饭店都不需要到1亿了。
OK， 三包两百。现在宰的都要以为才吃那种。三包二百。缺工缺的蛮大的，算是一个哦。好，再五百，三百，三百。多太多。想过了没？好，我带，我带。干嘛？是啊，干嘛？找七百哦。要干嘛？没有。啊，不，找我两包的水，找我两包对吧？找我包的乖。好。找我两包水呀，我嘿。啊，这边一斤有较少无？你讲固定，固定啊啦吼。当你小点那无吼，当你小有呢。你要花三百五包咯，三百块嘞，三百块啦。我得三百啦，他设计的好无？我给他设计的，给他设计的好啦，慢点。这三百呢？棉被泡一网，忘了拿起来晾，是不是？来沙发哈。民宿业在台湾，我觉得回本的速度太慢。
包汁有啊。这是压住的。所以你蛇来了是吧？没有，小朋友放假了吗？放这里家没有。哦。我等他洗过黑。来，回去找。来，阿弟干干了。啊，我个这不，你无看到囡仔倒了吗？杨美，你要鲑鱼跟白鲳各一份吗？我摆嘛哦。八点多过来拿。喂喂喂。喂。喂。老大。三三你有话你哦。杨美，你要留白鲳跟鲑鱼吗？各留500，是不是？在那边啊。拜拜哦。阿伯有啊不？这个怎么卖？3包200块。这几乎包包，优惠1000块。是啊。1000啊。这个价。新红灯节，北青老五百，鲑鱼老五百，吼。什么鱼？什么鱼？北青很鲑鱼。鲑鱼要对奖的，啊？鲑鱼要对奖的。能吃的，能吃的。还有啊，等下有啊。还没确定好哦。白鲳啊，你要不要我包个3包？好，杨美帮你留好了。干嘛去？哎，今天改。好。啊，你要不要3包，爸爸？对，我帮你。好，干嘛去？我这边开始。来。这是什么？来，来，来，来！哦，哦，香蕉公会有得搞。这个吧。这个吧，这个吧，这个吧。来，你先讲一下好。3包200，两个吃火锅，还蛮大的。他都起码我包的。哦。鲑鱼尾没有了哦，角菌。没有。这样子，你买五百又买，啊，无你搁买五百，好啦。哪个？免啦。我你搁斗五百点啦。哦。一定搁欠200块啦。我找你3包。有1亿的话，1亿的话，我应该会做。那我有点嗨一个呢，黄豆。让殖利率在5%以上。
然后所有的复利再继续投资，造成的利息收益再继续投资。当然这时候就要做一件事情，成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，等结税，要不然所得税会被扣很高，所以一定要开资产管理公司。好，你摆老高，你摆老高了呀。嘿啦，我弟弟要不好嘞。你若先搞头毛，我就会知，细条条。你有虾子吗？虾子。虾子。虾卷。虾子。虾卷没有。开两间，他的意思说再叫你开一间。有啊，大只的四只五包。哈，无啊，来，你介意无？去地面边个买？有，你拄啊，你问伊，你拄啊是问一届四叫啊？即摆我问一届。有啦。来，金毛包啊。好，你摆老掉你啊！啊，我六点半等你开。太黑人了。六点，我这边大概都六点半左右开了。我不管哪里，我不管哪里都差不多六点半左右开。两，沙发两把。你们是八号？啊，落雨来无？对啊，来，请过来。为什么要开资产管理公司？你们想一下，我们现在做一个假设，你有一亿的资金，然后你做资产配置，每年的投报率5%，所以你一年大概可以有500万的收益，但是你的支出很少，没有办法做节税的动作，所以你500万的所得税最多少？这300万。他起啊五百。好，来。还称啊，伊拢无人来。他都起啊五百。嗯。你大概你的税所得税应该会被扣，最少扣100多万，最少。好，你白来载。我未讲，贵了我未讲，我未讲我老细。我听你十九弄你老。不聊了，贵。收钱啦！
怪啦哈。哎，你快别修我啦，我修我修。你挂头你过来弄啦。哈哈哈。我今日不是你早间来过来。我惊。你飞了，你到底？啊，飞了。什么？对啊，我这大火了，一百块了。我等下算看几秒，无等你打好去。袂甲你骗啊，你卖后面，你莫给骗。我先去人上，我让骗。哎。好好，我这也看看。啊，你这样怎卖？你买五百块了啦。几袋？四袋啦。变较头前的。你什么鱼啊？你还知？啊！我什么鱼啊？你讲啥？还有鲈鱼啊？啥？鳊鱼。鳊哪嘞？谢谢，只要卖五十块了，好不？其他头前嘞。好。来，我卖了。一千块，三百一，那是我三百一，我。